Vibes 分享18314，九人九色魅力 Candy Pop 封面预告照侧拍花絮公开。Vibes 分享18314，九人九色魅力 Candy Pop 封面预告照侧拍花絮公开。爱豆新闻讯，13日。INS 上更新 TWICE 在拍摄 Candy Pop 时期的相关照片时的侧拍照花絮。在简单的白布前夜展现出属于 TWICE 九人九色的独特魅力，什么时候可以公开官方的花絮照片呢？文琛喵喵图 Bro 2016JH Tribes 分享18314 Pong 热议 Mono 瓶颈淘腹肌近况。 Mono 的腹肌和肋骨真的漂亮，每次看到的时候都忍不住感叹，一天要做多少腹肌运动才能拥有这样的肚子。 HH 是人类的肚子吗？好像连 0.1 克脂肪都没有，肋骨看上去根根分明 HHH， 好像是我见过的女子组合中最厉害的，真的是神奇啊。这个地方是皮肤啊，不是脂肪，不是肉，真的很饮食。 Tribes 韩语日语为韩国娱乐旗下的九人女子组合，成员透过 NIT 生存实境节目 16 筛选而出。最终由五名韩国成员纳脸，定妍、智孝、多贤、彩英，二名日本成员 Momo、Farner， 一名美日双极成员 Miner， 以及一名台湾成员子瑜所组成，并由智孝担任队长。2015年10月20日，以首张迷你专辑 The Story Begins 正式出道，官方粉丝名为 Once， 英原色为杏桃黄 Apricot Pantone 712C 芋泥洋红 Neon Magenta Pantone 812C， 英原五为白底配英原色的棒棒糖幻彩手灯 Candy 棒。团名 TWICE 由公司创办者朴振永取名，寓意为透过舞台令耳朵得到感动之后，再为眼睛带来多一次感动。问候语为 One in a Million， 意味住要成为百万偶像团体中的唯一。 TWICE 除了会继承娱乐旗下女子组合的风格，还会增加嘻哈元素及野性奔放的感觉。